多情的扎格拉，天空之城，要么就是下大雨，要么就是出太阳。大太阳什么有？对对，没有像这种云雾缭绕的。对，这种也是一种美，一种柔情的美。对，它本来形容扎格拉就是一种柔情。刚才买了一瓶水和一瓶可乐，他要了18块，要的挺狠。嗨，我看他这个菜挺好，青椒要2根，蒜大蒜要2根，蒜苗要不要？蒜苗要2根吧。买了花菜，煮火锅吃晚上。红萝卜3块钱，红萝卜晚上吃火锅的时候最好用。猪也猪，猪，那三轮。蒜苗，三八十九，多，8块4块，多少一个？12块。有的有的，等一下，别忙啊！我忙你，你忙着我也忙着呢，忙你要啥就给拿啥来。来，那里。你是哪的人，小伙？陕西的，一听就是。你听不出来，我就听出来了。这都是我们的吧？对。大葱、洋葱，只要是葱，他都要。2块6，1块半。四块四哈，好，刚才给了啊，钱。好，再见，小伙子。嗯，今天晚上我们自己又做饭吃，这种体验非常不错，主要是味道好，又好吃，自己做，并且呢干净，还省钱。刚刚倾盆大雨。然后我们看看文哥在干嘛。文哥记录文哥的冷了，然后把毯子披在身上。哦，好冷，下了雨以后特别冷。嗯，文哥在剪片。窗台下面有一只小鼹鼠，哎，小地波鼠吧，好胖哦。你看他在吃白菜，正在我们的厨房下面。哎呀，吃的好可爱！哎呀，太可爱了！哎，看到吗？你看不清楚，他在那转来转去。哎，你看我们的无敌厨房啊，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。朋友们，现在我们在。达日村的诺日家，很感谢他有提供了这样一个厨房。你们看，在这无敌厨房里面，你们看我们的厨房太美了。我们要吃饭了。然后这是用家里面的辣子鸡煮的火锅，油麦菜，这是刚才我煮的粗米饭、糙米饭、荞麦、玉米，还有文哥的小酒。我们要吃饭了，还有家里面炸的花生米。它大饼，我们在松潘买的这个大饼，正好可以吃上了。他是北方人，他要吃大葱，看呐。又最经济实惠的房间，还能做饭，对吧，文哥？
做了晚餐，家里面的辣子鸡煮的油麦菜，老酒，一壶老酒，嗯，从山东带过来的老酒，大葱，还有他的大饼，全是他的大饼。今天晚上，今天晚上可以好好吃一顿了。哇，这里真的是性价比特高。这个房间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房间了，整个扎尕那，扎尕那里面性价比最高的，我认为是最高的了。有厨房，对，还有沙发，还有沙发，还有宽敞。这个房间30平方最少。对。哎，蜘蛛汗人。一锅辣子鸡没有了，就剩一点油麦菜了，花生米酒。我们决定明天再住一天，在这个人神共居的天空之城休闲一天，不敢录了。文哥答应我不敢录了，住一天，我们好好的明天走村串寨。这大饼好吃吗？真的。大葱呢？大饼。这世界大家一听就是南方人，他分不出是葱和蒜来，知道吗？这实际是蒜，他非要说是葱。哎呀，感谢，真的，我觉得一切人在路上，人生就是一场相逢。修复修行也是。不是，怎么说呢？就是。正好吧，你看我刚刚好，我们想着下雨，文哥还说不穿了，洛克之路不穿了，不穿了，说过来看看，怕穿不过去。然后今天没想到到这里看到这么美的风景，然后又给我们留了这样一间小家，还可以做饭，真的感觉真好，谢谢上天。而且据我们刚才在路上，看了咨询了几个。过来的有摩托车手，有开越野车的，有开那个轿车的，他们说都没问题，还有当地的村民说都没问题，只有60公里的土路，其他全部因为柏油路了，非常好了。我估计明年这时候再来，肯定全部都是柏油路，一点问题都没有了。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值得，朋友们必须来，我极力推荐。我走过的所有的地方，包括云南的雨崩啊。包括丙中洛，丙中洛啊，我觉得，算起来，这个地方，据说是风景都差不多，和丙中洛和雨崩，但是呢，这个地方的，基础设施比那两个地方都要好，就说你来这个地方，你的基本的吃住行都没问题了，我觉得这个地方，并且我觉得当地的藏民很爱干净，整个他的垃圾不乱扔，全部都是有统一的来下午收垃圾的，圾来收走。对，很干净。你看这个房间里面嘛，收拾的街上一点杂物都没有。对，干干净净的。哎，人非常友好。嗯，这边的藏民特别友好。啊，那小伙子个个都长得很帅气，就是黑黑的，但是很朴实，非常好。嗯，我对这个地方印象，我搬来以后这个地方印象真的是好。游客也很多。几乎家家户户住满，全是游客，全部住满，几乎每一家呢都改成了这种农家乐这种客栈了。他们住在下面，把最好的房间留给客人住，真的是好。这是一个穿行路线，也是一个非常景观非常漂亮的一个路线。洛克之路，这个地方，对，洛克之路的起点。实际上，这个村呢。就是目前他们还没有把洛克的这个思想概念，就是整个没有往这个方面打造，他们完全呢还是一种山村旅游的这种哈。其实如果从户外来说，可以摄入一点。现在还和他们相关部门不熟，如果熟的话，我可以给他们提个建议。为什么呢？大家看，我推个窗户，大家看一下。我们是一个景观房，特别漂亮的，你看，只有我们现在能眼睛能看到的，只有下面那个寺庙是亮灯的，这边一个客栈，这家很红火的，在山头上还是亮灯的，其他地方几乎都没有亮灯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如果晚上搞景观，
搞亮化工程，每一家客栈都搞几个灯笼啊，搞一点灯带啊。那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可以说在中国来讲，那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了，哎，一个地方。你别再那个了，人少一点好。人少一点好是吧？人少一点好。大家同学说，就我说人少一点好，不要来太多的人。对。不要搞成对那种商业化，像西大苗寨那种就很商业化太浓的那种气氛就不好了，那种氛围就不好了，也是。好，大家来感受这份原始，这份质朴。我们太感谢了。这份天真，这份浪漫。对，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来到了扎尕拉，真是太美了。好，来吧朋友们，值得在这住几天。好，喝醉了的文哥了，现在没有喝醉，喝了三小杯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有感而发。好，大家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喜欢我们节目啊，喜欢我们节目就给我们点赞分享关注，谢谢大家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